趁母亲节，我同我嘅团队为大家准备咗啲花送俾我哋伟大嘅母亲，祝各位母亲节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但可能大家最想要嘅母亲节礼物唔单止系啲花，仲系我哋有一个有薪嘅产假嘅增加。喺而家立法会里面有几个关于保障妇女权益嘅条例，包括雇佣修订条例啦，同埋歧视条例，即系话增加有薪產假由10個星期去到14個星期，同埋保障餵哺母乳的婦女不受歧視的呢啲條例咧，因為立法會的拉布、內會停擺而未能夠盡快審議同埋通過。我哋好希望咧喺今個會期之內就能夠處理呢個僱傭修訂條例，將有薪產假由而家嘅10個星期增加到係14個星期。希望呢啲條例能夠盡快通過，令到我哋廣大嘅母親都能夠受惠。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，身體健康！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话，就给个 like, shar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啊，按旁边这个钟就不会 miss 了我们接下来的新片了。我是 Alice, 下次再见。